这个生产在客人的生命达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们哈、感谢大家的全力支持啊，不辞劳苦这四个月来配合这个生产在客人的生命达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也打一次非常成功的防疫作战，让我们台湾的防疫工作在世界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这四个月来他们这个尽心尽力不辞劳苦来配合国家政策，来协助我们这个口罩工厂让我们提升这个产能，让我们这个人员充足来做很多那个重要的这些品检包装工作提升这个产量我们实在非常的感激明天他们继续就是要工程告一段落，然后工程正对所以我们特别举办这一次的这个感恩餐会来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安妮，有没有给你们很大的帮助这样子？因为在缺少人力方面这样子。有啦，一定有的啦。